意大利品牌 Sonky Bell。 Sonky Bell 贵为殿堂级的国际品牌，创立于1954年，在意大利已经有50年历史了。品牌含有一系列多元化的美容护理、纤体瘦身、美肌保健产品及化妆品等等。Sonky Bell 紧贴美容潮流及市场需要，与时并进，并崭新研发新仪器，调配专业的美容配方，为女士们提供最优质、最体贴的美容产品。累积了50多年的宝贵经验和基础 ，Sonky Bell 一直誉满全球，深受大众欢迎。以下介绍的 BM 系列主要为面部和身体而设的产品，产品含有乙醇酸，能够穿透表皮和真皮的组织，可以彻底唤醒肌肤，更有效地去除老化角质，使细胞逐步生长，可以明显减淡皱纹的深度，调整肤色和色斑，令肌肤回复年轻活力。珍珠豪壳系列是针对干燥的肌肤，入面的主要活性成分就是豪壳提取物。豪壳提取物含有珍贵的蛋白质和丰富的微量元素，珍贵的配方是一个天然的氧化剂，有卓越的抗衰老功效，亦有助消除皱纹和色斑，令到暗哑的肌肤回复光泽，温和的有舒缓的效果，特别适合眼部和唇部的肌肤。Hydro Rose 高效保湿锁水系列是一套超级保湿的产品，有效改善老化的皮肤。产品的主要成分是阿根油和磷脂，而且还用了分子膜技术，加强产品的渗透能力，导入养分。阿根油含有丰富的脂肪酸，因此可以改善皮肤干燥、肤色暗哑和消除皱纹。当中的维生素 E 更有效，可以打击自由基，有高度的抗氧化功效，有效刺激细胞再生，令到我们的肌肤更加水润。这一只就是蜂胶控油系列了，它不单止可以针对油性和暗疮皮肤，它亦都可以改善暗哑和粉刺。蜂胶是一种天然的抗生素，它可以保护我们皮肤免受感染，而且含有丰富的糖分、维生素和矿物质，可以加快新陈代谢和平衡调节皮肤，而当中的水杨酸还可以有高度保湿的功效。另外，有机稻米系列适合敏感性的皮肤，其主要的成分就是稻米了。稻米是一个高效的抗氧化剂，性质温和，可以慢慢降低我们皮肤的敏感度，舒缓过敏，防止皮肤干燥。当中含有甘草提取物，可以减少毛孔淤塞的情况，更有效击退皱纹，提高胶原蛋白的增生。Botapena 六胜肽系列利用了高科技的生化技术，将六个氨基酸组合成为一个高浓度的六胜肽类肉毒杆菌，可以能够完整地穿透我们的细胞，有效抑制我们的虎纹、额头纹、眉心纹和眼角鱼尾纹等等，令肌肤弹性组织回复柔顺平滑的线条，可以改善我们的外观和改善我们的肤质，达到抗衰老修护的效果，令到我们肌肤焕然一新。Santo Senso 甜蜜果酿身体护理系列以天然的香果为主题，天然果酿的色彩、诱惑的质感和甜美的香味，有助改善我们肌肤的状态，解决皮肤干燥、暗哑无光的问题。当中天然高疗效的活性成分，例如竹子、睡莲、荷花、香草、石榴、印度栗子、大米、薄荷等等，都蕴含有丰富的维生素，能够收紧和软化皮肤。而咖啡因及薄荷不但可以松弛神经，可以舒缓我们一天的疲累，更可以滋润肌肤。
葡萄活水系列主要为身体和胸部而设的日常护理产品，蕴含了丰富的温泉水和菩提子成分。当中的温泉水具有高度的保湿作用，能够促进我们皮肤的新陈代谢和平衡我们细胞的组织，增加我们皮肤弹性和紧致肌肤。而且葡萄籽精华含有极佳的抗氧化能力，有效对抗自由基，针对我们皮肤的松弛问题极为有效。海洋之水系列蕴含了天然的海洋精华，适合所有的脂肪类型，尤其是初期的肥胖肿胀组织和囤积的水分。海盐的成分有效针对身体水肿，帮助身体排出多余水分，同时打击累积的脂肪。而海藻成分能够针对身体松弛的部位，击退橙皮纹，加速新陈代谢，以紧致身体的线条。O2SetO 抗脂肪系列是权威性减肥消水肿的产品，以三部曲全方位打击脂肪。第一步，利用溶脂系统分解沉溺的脂肪，以卵磷脂吸收脂肪，其中植物提取物能够平衡身体状况，大大改善皮肤肌肤的功能。第二步，以瘦身系统改善脂肪的重量和新陈代谢，消除水肿。第三步，以紧致的系统直接打击皮肤松弛和妊娠纹，透过三部曲以达至紧致修身最大的功效。亦可以组合不同的系统的产品使用，为减肥人士度身订造最佳的减肥方案，适合不同的脂肪需要。